大的，小的螃蟹啊。那这个是土堆的嘞，土堆是现代的。现在的，现在不让立碑啊，但也不是很绝对，有一块立碑的，就是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可以立碑。叫《亮剑》，你们看过吗？《亮剑》。一部战争片。这有挂旗子，我也不懂，刚挂的，他可能是过来上坟了吧？你看有拿的酒，这边不允许烧纸，只拿贡品。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没有写名字，但是写了一些官称：奉旨大夫、祭部广东区吏、御员外郎钟长先生之墓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《桃花扇》的作者孔尚任。他是我们曲阜人，是唐旭，64岁。他呢最早的墓地啊，并不埋在这里。他晚年的时候是在我们曲阜北的云门山地石门山进行这个隐居，死了之后埋在那儿。后来呢，又把他迁到了我们孔林里面啊。这个他旗子是？他旗子这是新的。新的啊！你们还看到刚刚制作的。这种石头做的这种牌坊叫功德牌坊，是为男人立的；为女人立的呢叫贞洁牌坊。还有一种牌坊就是标志性牌坊。